加油，奥利给！加多一张。啊、哦，还能爬得动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辉啊。有个网友说他儿子快生日了，不知道送什么给他，我就帮他做了这三件啊，说送给他儿子当生日礼物啊。啊，我一件件介绍给大家。啊，这件是跷跷板啊，这个是玉米炒玉米啊，这个玉米人啊头发都白了啊啊，负责拉风箱，这个负责炒玉米啊，这个是灶啊啊，这个就老汉拉车啊啊，头发苍白啊，老汉拉车他说一定要能载东西的啊啊，等一下我们试一下。看他能载多重，这个老汉拉车啊，能拉多重的货啊？啊，试一下这两个给大家看啊，这个跷跷板啊，跷跷板是第一次做啊，你们看一下啊，喜不喜欢啊？啊，喜欢的话点个赞啊，加个关注，谢谢大家哈、啊。还有这个玉米炒玉米啊。啊，一个负责拉风箱啊，一个负责炒玉米啊。啊，这个就老汉拉车啊，等一下试一下，看一下能拉多重的东西啊，试一下给大家看哈。啊，等一下我加一点木材上去看看啊，加一根上去。啊，还能走，嗯、啊，再加多一根，还能走啊，再加多一根，啊，还能爬得动啊，啊，还挺给力的啊，再加多一根，这个，这根怎么放？放不稳了这根，好、啊，哇！哇，太给力了，这个老汉啊，老头啊，看。